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铁，金属铁，Ferrum metallicum， 相信好多人都对铁都好认识嘅，咁亦都好多时候咧，有啲好多人咧都系因为自己贫血啦，就会食好多啲铁丸嚟到补充，作为一种营养补充剂嘅。喺同类疗法经验嚟讲咧，一般性嘅贫血咧，如果用个铁丸咧，其实都系唔系几好嘅，佢会制造好多啲唔同嘅毛病嘅，系咁但呢个同类疗法嘅铁啊，呢、这个同类疗法嘅铁咧，系可以咁讲咧，系对大部分吓，唔系所有嘅贫血都啱用。大部分同血有关嘅毛病啦，譬如血友病啦，就流血不止嗰啲啦，贫血啦，咁亦都有时有啲人出现嗰个血铁啦，过高啊，或者咧系一种叫做即系不明原因嘅紫癜斑。啊，即系皮下咧，突然之间咧就淤血出现啦，咁呢啲好明显咧，同血同嗰个铁系有关嘅，同血系有关嘅。咁所以咧，呢个同类疗法呢个铁咧，系好多时候咧都可以应用喺同血同铁有关、同血有关嘅毛病。但记住，唔系所有嘅血嘅问题都系适用嘅。咁最主要咧就要睇下嗰、那个。嗰、那个好重要嘅症状呢有3个主要嘅症状呢係令我哋可以用呢个嘅铁呢个疗剂嘅。第一就係个面呢係红泛红嘅，红粉飞飞泛红，即係突然之间面呢係好突然之间会粉红好红，咁但係就会过跟住又会青嘅。咁个英文叫做 flush， 即係一种泛红嘅情况啦。第二呢就好虚弱 feeble， 好虚弱。个人咧个病人好虚弱嘅感觉。第三咧就系 faint， 即系头晕、晕低、晕倒呢啲咁样嘅。咁如果你见到呢3种嘅症状咧，出现喺一啲人系有呢啲同血有关或者同嗰个血嘅贫血嗰方面有关嘅咧，这个咧就系一个好好用嘅疗剂嘅。咁但系你记住咧，系一定要有要符合我曾经所讲嘅通常个病者咧都系会有一种泛红。
啊，即系佢就唔系话真系好红润啊，但系咧佢有时候咧系暂短性嘅面部泛红啊，但系个人咧好虚弱啊，可能因为流血失血过多咧导致嘅问题啦，个人咧同埋会成日都晕，有时咧会一起身一嘅起趌起身咧快咧就会晕嘅，咁所以呢、這个疗剂咧系好适用于一啲比较黏瘦嘅女仔吓、女孩，咁通常咧就系好严重便秘咧，同埋情绪比低落啊呢种咁样嘅黏瘦嘅女孩啊，嗰、那个有便秘同埋情绪低落，咁呢个咧亦都一个系好适用嘅应用嘅地方嚟嘅。好啦，咁嗱，既然嗰三个主要症状好紧要嘅，咁但系如果可以应用喺好多好多嘅地方咧，咁当然咧一个最简单就系流血啦。过度流血啦，通常嗰啲血咧都系比较咧系量大啊，系好稀嘅啊，好水汪汪嘅吓，咁呢种咁样嘅咁嘅血啊，或者咧就有啲污水渗埋出嚟嘅，好啦，咁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啲人咧个体质好衰弱，好黏瘦嗰、那个人好冇乜肌肉但系个人好又好便秘呢、种情况。好啦，咁仲有一种情况咧就系冇精力冇体力即系冇乜耐力稍为操劳咧就会觉得好攰佢又好虚弱成日唔够气有种下沉嘅同埋咧系好容易晕嗰种嘅感觉嘅。咁呢啲情况咧有阵时候咧系出现嗰啲肺痨肺痨嗰人咧好虚弱呢种嘅情况咧都可以啱用嘅。Okay.好啦，咁仲有一就系头痛啦吓，有阵时呢啲头痛出现嗰时候咧，个人咧就唔可以喐得好快但慢慢喐 OK 嘅，但一咳就唔得啦。咁同埋咧就要爬楼梯啊，或者坐低嗰度站起来嗰时候咧，亦都好唔舒服。咁一种头痛咧就好似好胀嘅充血嘅头痛啦，同埋有啲锤仔好似揼嗰种嘅头痛嘅。咁如果系有啲冻风吹佢到咧，就更加差任何嘅兴奋都会令佢更加差嘅咁缓晕头嗰、那个晕嗰方面咧，就你所讲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咧突然之间起身咧就会黑黑嘅就会晕嘅。咁呢种咁样嘅情况呢，就加上我曾经所讲下有咗真系嘅贫血嘅呢个现象。好啦，咁当然呢流鼻血犀利嘅人都有机会可以用得到嘅。亦都有啲人呢就因为用咗啲特别嘅治疗除咗要用嗰啲保丸铁嘅保丸过浓啦，或者唔适合地使用啦。咁有啲人呢因为做咗啲化疗电疗之后呢，个成个人呢出现咗呢啲咁样嘅贫血。呢啲贫血加上呢就个人冇力。同埋咧，排血得嚟嘅面咧，有時啲泛紅呢種咁樣嘅症狀嘅，咁有好多時候咧，個病人咧係有個經歷過咧係流血嘅問題可能曾一個長時間咧可能流鼻血啦，或者流經血啦咁樣，咁事後咧跟住咧就身體咧就變咗即係變成咁樣樣噶啦變成差曬弱曬啦，咁所以咧係好多情況都可以用得着嘅呼吸系統嘅問題消化嘅问题佢咩都即系咩都食唔到嘅，食亲嘢就会作呕呕晒出嚟咁样，咁同埋咧就对于肉类又好唔中意，可能佢觉得肉类系比较消化难啲啦，咁亦都系用喺一个孕妇咁孕妇有阵时咧系孕神呕吐啦嘅情况啦，佢啲食物好容易呕出嚟，尤其是初初一个礼拜咧好地地嘅但面仲系红粉飞飞嘅，但系后屘慢慢变成咧就系、是、个食唔到嘢咁所以个情绪方面咧，通常咧都系咧就比较系情绪比较低落嘅比较抑郁同埋少少嘢咧。就会令到佢好焦虑少少声音诸如此类啦就佢纸张嗰啲 credit card 咁自己纸呢佢都觉得好困扰佢嘅 ,ok, 咁同埋呢金属电呢个疗剂嘅人呢都系好喺站立不安好鍾意喐嚟喐去咁样。好啦，咁金属电呢系一个同个疗法嚟讲系一个比较小嘅疗剂，但呢你需要用嗰时候呢你都要非佢不可㗎啦 ,ok,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不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